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存伟老师。今天是4月30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枪号码当中有430这样的一组数字呢，那么代表你的这个领袖力到最后没有了，你的责任感到最后也没有了，你的事业呢，到最后呢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或许还不错，可是到后面却事业就是会没有掉，也就是说呢，你的事业到后面会断崖式的停顿。好，所以零在尾数通常呢就是代表四大皆空，如果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，就是代表在这个财富、事业、婚姻和健康方面都是四大皆空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讲座或课程。